肩膀，这样看得懂吗？这样太小了啊！宽于肩膀，下降两个脚，膝盖内扣，膝盖窄于肩膀。现在你有三个宽度，脚最宽，肩第二，膝盖第三，哒哒哒，看懂吗？然后八二三的三，我们转向左吸气，是为了下一个向右走。看我的手，没有在身体前面，不需要挡什么啊，只是转动身体而已。然后转向的时候，手在裤缝两边起，裤缝两边起，没有在前面去给我做交叉，不需要，只需要转向而已。左右转动是八次，完成以后看一下两个手平不平，不要往后掉，不要向下掉，不要往上拿。完成以后的两个手的手心都是朝下，这一组动作手心都是朝下。做完七二三八二三，手从两侧直接回到架型上，男半放男半的架型，女半放女半的架型，直接转向右，向前倾斜一次，两次。三次、四次，看我的屁股都是在后面的啊。等一下，完全的四个造型，只是改变两脚重心而已。所以现在的两重心是在两个脚中间，然后改变臀部向前，身体向后，重心仍然是在两个脚中间，别给我左右偏，完全在中间。碰一次，六二三、七二三、八二三，给我重心推到左脚上来，因为下一步要向右移动。那保持倾斜，一二三，右脚垫步向前倾斜，屁股在后。二二三，屁股在后，身体向前倾斜。三二三，你的左边的臀部开始向前推。三二三，身体向后，转右脚。四二三，只换倾斜，不换转动。五二三，向前，转脚。六二三，向前，转脚。七二三，向后。转脚，八二三，重复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三，五二三，六二三，七二三，八二三，直接过右脚，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两个小节向外延伸，换脚，三二